雷锋叔叔呢，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本周是我们学校的学习雷锋周，大家都要有所行动哦。明天呢，大家各自带上工具，参加义务劳动。大懒同学这堂课表现真的不错哎，竟然没有睡觉，真是很难得哦，应该表扬哦。是，你被骗了，大懒现在已经变成睁着眼睛睡觉的功夫了。谁说开饭了？睁着眼睛睡觉，放学给我留下来。我们去打扫了养老院，我们的雷锋金身才是一级棒哦。你们算什么？我们把整条淮安路都扫了一遍，我们最厉害。你们都不行啊，雷锋还是我最像嘛。